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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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分到了！哎呦，小心小心哦！Oh my god！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岁岁平安！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我们年初岁岁平安，对，岁岁平安，平安平安平安！说明我们的好成绩，对对对，这个是好。什么？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岁岁平安，就是很平安。岁岁这怎么解释？啊 ，broken， 我们用 is broken 中文碎了。碎掉，碎掉，碎 ，bad bad 已经没了。Yeah， 差不多这个意思。碎 is the same sound about the years， so the years by years you're gonna be luck， you're gonna be good， you're better and better， peace。你说话我总感觉像唐老鸭在说英语。You better， you better， better good， better good，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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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哎，有点想跳进去的冲动。对，我刚才说这如果有泳池多好。就是啊，所有人肯定都在这。太过瘾了。哎，真的，这就搭一个那种，然后大家晚上在这儿喝点烤肉啊，对，烤点烧烤，在哦，扑通，哇塞，太棒了！那一个夏天应该挺难忘的，太难忘，完全，我觉得已经可以堪称是辈子最难忘的其中一个。对，真的，跟几十个老爷们儿一起，哪有这种机会？对呀，平时哪有这种，不可能。我们给予聊天，我们可以换个场地了。走走，可以啊。哎呀，不好意思，我把杯子打破了，要麻烦你们一下。他们早就看到吧？对吗？潘玉泽，呸！啊？你在这？没有 ，Nicky。Moonlight BB 这个还要难一些，对你来说。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做肌肉记忆。嗯，对。所以你在澳门跳的那个所谓一手半还是半手，那个是以前就练过的，对不对？还是新的？我的出道的舞曲，就是我出道的那首那个。但是那个舞蹈编排就是你出道的那个编排吗？对。所以我就重新再回忆起来，然后把它练几下，然后就上台。隔了二十年。隔了二十年。是十五年，十五年，没了。我刚刚的话，但是隔了十五年之后，就是你花了多久时间，不是重新的？三十分钟。那当年花了多久？一年。所以肌肉记忆。所以你现在就三十分钟，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无比的齐。我们当时就是，就算无比的齐，真的，我们五个人当时就是。就感觉我们可以每个人，比如说舞蹈参差不齐，但是这个舞蹈必须要齐到每一根手指都是一个角度。Yeah, okay, okay. 对。哎，确实啊，回忆起来之后，我一个人唱完整首歌，然后还有是后面高音啊、rap 啊什么，哎，对，就觉得还蛮感慨的。就是也能感觉到自己的那个现在的自己唱的这个，对，有老的部分，真的有老的部分，就是唱着我练十几年看到光吗失恋对，但是就哎好像也进步了，确实进步，就也有进步也有老，那种感觉同时的存在，你知道吗？对，就是体力不如以前了，对，但总之十五年总是一定会不一样。对对对对，嗯，像我身上就像我掀开十五年前的那个记忆一样，就是可能现在我再去唱一些东西，我会给大家打开一个类似于记忆的相册，嗯，那种感觉，嗯，对，就是大家会感受就是这个相册里的人，然后重新又在相册里出现的感觉，也能体会到时间的变化。嗯。就包括陈楚生在第一次唱《原来的我》，就是因为他当年比赛的时候最出圈或者最有人气的那首歌，他重新这个时候再唱，就会有种啊，对，就是这种感觉，是，对对对，不能说曾经沧海哦，对，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全在都是回忆上，对对对对对，你会大家就会感慨那个时间沉淀的力量，他应该就是要像酒一样，越来越无涯，对对对，沉淀，对。就我觉得，一个男人该在那个年纪就该是那个年纪的样子。对。就我从来没有，我也没有刻意保养，我也不做什么其他东西，就是我就希望让它自然发生。对对对对，它该发生，它就要应该就要发生了。嗯。对啊。我蛮喜欢你现在的状态，真的。就是在你上感觉到一种，就是一切都是在一切都在破罐破摔的那种。
也有，但这种是可爱的，你知道吗 ？You know， 风云。What？ 风云。风云。啊，风云。风云，步惊云。哦、oh, ，Yeah。排云闸。Yeah。凤神腿。雄霸。雄霸。风云，雄霸天下。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I watched it 10 times. Why? As a kid, I love it. 你不要过来啊！他讲的是电影。他讲电影？他看了十年。十次。Ten years. 他看了十次 ，ten times. Ten time? Ten time or ten years? Ten time. Oh, ten time. Okay. 切。